李舒淇，李舒淇，你再给大家演示一下你刚才怎么上的厕所，快点！哥，你看爸爸给我买的气球。啊哈哈，我看爸爸给你买的。是一个月之前，理发师给我理的头发。一个月之后，我的头发变成了这个样子。你看这边还他妈少了一块，还有这边儿。爸爸，爸爸。看我，来杨菊。一二，怎么了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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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啊，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。哈哈哈哈哈！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我妈妈的面膜。然后这是我妹妹。舒淇，李舒淇，来，哎，嘿。老爷，老爷，嘿，嘿，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吹一下，使劲儿。Woo!
李舒淇，我给你买的芭比娃娃来了。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李舒淇，不哭了，哎，好，不哭了。嘿，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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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红包，新年红包。哎，来，你放200在这里，你放200在这里，你再给我300，你把300给我，这400全是你的了。你钱是不是变多了？哥哥，你什么时候把那个姐姐也带来呀？不，不是不是，李舒淇，李舒淇，好玩不？你为什么拿着尿盆？不是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操！这是谁家的冻面条？这放我车上这几个意思啊？啊？哎呦我去！哎呀！你干嘛呢？你在干嘛？我看你头发。你头发？臭美是吧？跟我在这臭美，你看，你看这。李舒淇，李舒淇，九加三等于多少？11。你能告诉我你怎么算的吗？90、11。来，我给你们看看啊，这是我家洗脚盆，被我妹妹打碎了，然后我妹妹就这么洗脚。李舒淇。
订阅了没？快订阅哦！订阅了没？快订阅哦！